从前初识这世界，万般流连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界，洗那么长时间，你搓泥儿呢？我洗头呢，马上了。洗头呢？洗头？洗头怎么没水声啊？马上就好了，热热乎乎，哎，好了，等等啊，马上。洗脚了呢？你怎么那么坏啊？你吃饺子就吃饺子呗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别给我喊，我能告诉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饺子还有我的吗？还？我吃点怎么了？同志，谁碰谁先死。不是，我就吃你个饺子，你骂我干嘛呀？谁骂你了？我说这戏谁碰谁先死。哎，看见没有，导演彭永康认识吗你？啊，认识不认识？你认识啊？我认识。真假的啊？这找男一号，那你给打电话呀？你认识？嗯，没他电话。没个电话你认识人家？不是，咱换个方式。你给他写个资料，你这个资料上，你额外加一标题。这标题你就写着，碰到了。我还记得你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是不是特引人注目？是不是？记得你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觉得标题瘆得慌吗？就有一种要么就是复仇，要么就是勒索的感觉。不行，不行。什么？那不发了，咱俩直接找他去。你确定是这儿啊？啊，我看那剧组信息上写的是这儿，应该不会错吧？不是，你那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干嘛使的？出气用的？你没看见？算了，那道理得在实践中总结，对吧？我不学习了吗？哎，你到底认不认识碰到？人家认不认识你啊？见过一面。我觉得应该对我印象还挺深的，因为那次唐丹啊，哎，我们进去喝杯咖啡，怪冷的。干嘛去？喝咖啡啊。你疯了吗？你看那里边那喝咖啡都是什么人啊？有钱吗你？我告诉你，这钱牛伟丽也不可能给你报，你别想让我掏钱啊，我可没钱。妈妈，就是那天我跟郝思雨去找陈导演的时候开的那个咖啡的发票，麻烦您报一下呗。这么贵的咖啡，你不如喝我的血。咖啡喝了，人找着了吗？废物！那这样，点一杯，我喝，你看着。你是人吗？我是演员，我喝咖啡我还能消消肿，漂漂亮亮我见导演去。
你喝干嘛使啊？浪费不浪费啊？都不喝了，冻着，热胀胀冷缩。你冷啊？啊。来，给，你穿上，我正好冻一冻，消消肿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按道理来说，你的脂肪应该比我多呀、啊，不应该怕冷的。我请你喝咖啡了，你外面冻着吧，消肿啊。别告状，我自费。哎，你要是想请你喝咖啡啊，你就让人开一发票，然后你把发票给我，我找牛美丽报销去。你别觉得牛妈天天穿金戴银的啊，身上有名牌包这那的。他也就这么点东西了，知道什么呀你？包治百病，包治百病，有包就有钱。走，喝咖啡去。好嘞。今天晚上，东部城区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东直门双向、建国路出城方向，请大家合理避让该区域。冻成这样，拉链去了啊！哦，二妮，哎，本来就是聋子修个耳朵，吃就有个吃相，一会儿坐屋里踏踏实实吃。哎，我这监控明牌上上了，外面都冻一天了，你也不知道心情是我亲爹吗？不是，是我养的。怪不得长那么好看。洗手，把那爪子洗一洗。通知你个事儿啊，托人找的工作落听了。嗯，下礼拜上地铁一号线卖票去，月薪4000，五险一金。甭感动，收养的姑娘也照样不能让她受冻挨饿。我不是，没听清楚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，是命令啊。不是，经纪人干得好好的，你干嘛给我瞎安排啊？当初让你干这个是因为怕你闲得慌，上牛美丽这休个假，玩两天得了。工作还是得踏踏实实的来。不是，我干这挺起劲的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我有盼头。您不能这么专断独行，对吧？我抗议。咱家就俩人，行不了民主制，抗议无效。不是，那牛妈不会同意的。我们是签了合同的。你们还签合同了呢？这牛美丽真长本事了。哎，行，不就一份合同吗？我现在就去跟你要回来。真是的，签合同，别跟我这逗了。我不想卖地。小雨，哎，这是你怎么进来的？啊。我跟物业说这屋里火没关，他就把门给我打开了。哦，哎，这酒真不错，好喝。这酒很贵的。心疼了？看看够你买几瓶的。见死活了，赚到钱了！哎呀，你这孩子太懂事儿了。这么多钱，你干什么的呀？啊？这前一阵儿你不是说咱们的经费紧张吗？啊，我也想了想，确实，以后我花钱的地方吧还很多，所以呢，我就给你想了一辙。看，啊，这不是转着吗？买卖二手的，你看这干嘛呀？我把你那些名牌包啊，挂上去没两天，全都给卖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有经费了，惊不惊喜啊？你喝了吧，我就先走了。最重要的，把我那咖啡钱给我报销了。
魂儿丢了。心里难受，你给我倒点喝的吧。哦。心里苦，想喝点甜。红糖水。有点烫啊。有事说事儿，啊！喝一杯红糖水就把您感慨成这样，您也别喝了。出怎么办事？我经过的如此天地，想当年我也是。怎么着？你想跟我借钱？那可没有啊！吴刚叔，我都哭了，你不安慰安慰我吗？想你们家大大小小事儿，我牛美丽，我什么时候缺过席呀？除了继续帮你使唤我们家福子之外，别的事儿什么都成。您那工作忒高级，我们家福子配不上。是想让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呀，多活几年。我在北京啊，就你这么一个朋友，人年纪大了吧，就是容易伤感。什么意思这是？你说你啊，在那破铁皮壳子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你血压就从来没低过，是不是？电视上说那些过劳死啊，就说你这样的人。这钱呀，我是为你准备的。你呀，把那破处租盘出去，买辆二手车，你开顺风车，那个嘛，时间灵活，来钱还快。你要是干得好呢，这一天能顶上一周的。这哪成啊？我哪能要你的钱呢？真是的。哎呀，我们俩这关系，你分你的我的，分那么清干什么呀？只要你好，我牛美丽，我吃点亏算什么呀？行行行，拿钱走人。我不能，我这钱我不能要。你回头赔你把这事办了。改天再说啊。我回头转账给你啊！跟我走，你还弄着点儿？我干嘛来了？怎么让他豁得连正事儿都忘了？哟，小雨，哟，你也刚回来啊？是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这不去酒店门口蹲一导演去了，我这蹲了一天，冻坏我了都，到最后连个毛都没见着。照你这么说啊，那些见天儿跟狗仔队一样的蹲导演都能有戏上，别逗了。不是，主要是之前嘛，我跟这导演我们俩见过一回，我觉得他对我的印象还行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你不知道咱们这个圈子人啊，特感性，
又都烦那种目的性极强的人啊，所以呢，光把人等到了没用，见着以后说什么，怎么说啊，还得了解一下，是个什么角色，你准备怎么演，有的放矢，这样才能让人觉得你认真。你要是让人觉得是吧，你就是那什么冲着搞关系去的，肯定没戏。那天哥啊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你真是一本百科全书啊！啊，见了那导演，如果能说上话，你看看啊，看看有什么角色适合我的，也跟我说说。那没问题，那肯定。谢了，兄弟。不是，咱别站那说了，喝一杯吧。啊，不不，我不是还得练练台词儿。啊，行，那我不耽误你，找事儿啊。来，得嘞，兄弟，给我见啊。好几天了，连根毛都没见着。酒店都问我好几回了。我觉得再这么等下去，很有可能酒店报警给咱俩抓了。该报报他的，我也没干嘛，我等个人，我也没犯法。来一口，喝一口就暖和了。喝不了，我小时候偷喝我爸一口，差点死了。什么呀你？这冬天冷就得喝点酒。我原来我做那个模特的时候，我全靠着它，我穿短袖大冬天在外头站一天呢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也别喝啊，你等会儿进导演一身酒心不好。这都快收走了的吗？嗯，收走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今天进去消费一把去，喝咖啡去。哼，你不提我还没想到。上次的咖啡钱加服务费一共是100多块，牛妈没有给我报，而且呢还给我骂了一顿。还钱，还钱！我哪有钱啊？你别跟我说他能报销的。你没报销是你太笨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神经病！好，我笨啊！来，干嘛你动动写字儿？记上。记什么？欠我钱？谁欠钱了？你自己喝的咖啡，凭什么我欠你？你没喝呀？我喝的。签字。真是服了你了！真让我签字，你过瘾。好像我签100遍能还了你似的。导演。嗯。哎，导演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放在我房间里。哎，好好。这是我太渴望，还是我眼花了？还真是他呀？啊。真是挺像的，但是我前几天见的好像没这么胖。哎，冯导演，凑巧咱俩在这儿碰到了。那个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叫郝泽宇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有点印象。那导演您慢点，您慢点慢点。我还以为你不在这里坐了呢。啊，那个来，给你，你拿着喝汽水啊，拜拜，谢谢你啊。不是那个，导演，拜拜。我不是这个酒店的，我是个演员，你忘了多少年咱们见过？哎，导演，碰到。怎么？什么情况？他把我当门童了？不是你见过像我长这么帅的门童吗？解释啊！不是我跟他，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见一回就能记得？我得告诉他，我不是门童，我是郝泽宇。走。趁着红灯追呀！你懂什么呀？红灯的时候你过去敲人玻璃，人刚把我当成门童了，人再把我当成要饭的了。你得想法制造机会，制造偶遇，知道吗？你不管现在再怎么着，咱得要点尊严。你要什么尊严？你都在这蹲那么多天才碰的人，尊严个屁！走走走，你别拉我。你听我，拉车等他干嘛呢？哎呦，爸，来的正好。你，快给我开门，把爪子挪开。有你这么生掰的吗？这不是易拉罐。不是，爸，我们真有着急的事，您帮我追个人，就前面。你谁呀？我闺女。嗯，我倒是有个闺女，我让她辞职了，她这会儿应该在家待着呢。爸，对不起，咱自己的事回去再说，你帮我们追个人行吗？求您了。哎。不是，你先别喝水了吗？你把门开开行不行？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先跟我车道歉，
刚你弄疼他了。嘿，你说说说，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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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哥对不起。我听听。哦，他说没关系，回见吧小队。哎，不是哥，不是爸，你对，哎你过分，你不是是不是你亲爹啊？必须靠谱啊！我都打听好了，每天差不多这时间，他就来健身房。你就等人导演来了，你再跑。就说那废话，我花了398呢，我不得给他跑回来吗？你别愣着，你搁那跑去。哎，等会儿回来，回来。把那词儿再给我背一遍，不放心。呀，你就是那个演员郝泽宇吧？好喜欢你啊！能跟我签个名吗？停停停停停停停！这不是演员，这真演不出来啊！你怎么能见着秀动物呢？我是个人类，正常的人类，好吗？不用那么夸张，你收一点，你就平淡一点就行了。没见过人呢，你。啊，你是郝泽宇吗？我好喜欢你啊！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能站好不说，那地有炸弹啊！嗯。笨呢，你追我干嘛呀？你甭管我了，你继续去追导演去吧。那就去。不是导演都已经跑了，那我不能不管你啊。你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没事，我能挪出去。不，赶紧站起来吧。嗯。你做了这么久的功课，你别浪费了呀。哎呦！跟你说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万一导演回来了，这我不重要啊。一会儿闭上你们俩嘴，行不行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就跟我就说他回来了吧，放下来一定去找他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脚现在必须马上回家喷药去，你今天不喷药，明天肯定得肿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因为我耽误正事儿啊。你知道自己耽误正事儿，平时就应该长点心，好作用不起，就知道添乱。放下来，我自己走。下来干嘛？学蛤蟆呀？你跳着走啊？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你以为我耽误事了，我心里难受吗？你这算工伤，我负责啊。我爸，你觉得我特别重？不是大姐，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？能不能不勒我脖子啊？都知道你自己挺沉的了，你还勒我？你给我减轻点负担不行吗？你刚才不是还在那装慢说负责任？这没事，这两步路你就不行了。你再给我说，到时候你自己下来。我就不下。这废话真多。不是你这么沉，怎么这包也这么沉呢？那你带点水啊。你带水干嘛呀？你健身，我怕你渴嘛。万一好了。事儿真多。怎么又这么沉？行了，你等会儿万一被我爸看见怎么办？那哪行啊！
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心。你刚不是说骑我骑得挺开心的？他爸要知道这事跟你有关系，我跟你说，他就霸了你皮克。哎呦，我还吹呢啊！我又不是没跟你爸练过，还能怕他？真是。你赶紧给我送到屋，你就走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儿把你送到屋，我还不走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是工伤，我得负责到底。让你爸一会儿冲我来，你看我不练他？练谁呀、啊、你？不是那个什么。老头，怎么着啊？你想啊？上回我没陪你练练，你是盼着这？行，我今儿我就成全了你，咱今儿就练练啊！成全谁呀、啊？我瞧你这满地捡烟头找着你！别给我弄那个，你岁数大，我让着你。对，你拿棍子，我空着手，别让人说我欺负你。你他妈说谁？好心人，好心人，我脚都这样了，你赶紧走。不走是吗？走。行，哎，老头，我今儿给你姑娘面子，我今儿先走了啊。咱俩后会有期，我告诉你，咱俩哪天单练啊，老头。他妈后会有期个屁！你给我拉偏手去，我小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快，丫头，快点快点，起来起来，撑着点撑着点，我背。你说你就是气我了吧？我为你行，这小子为不行。把人贿赂了。再来点，什么话说的？爸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摁了，行吗？什么没事儿啊？你这里边还较着劲呢。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弄一下，忍着点啊。没事。走。好了。我估计好了，没事，啊，怎么样啊？是好点了吧？哎呦妈呀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哎，世上只有我爸好，有我爸的孩子像个宝。甭跟我这灌迷魂汤，告诉你没用。一会儿我就找你没力气，这活不能干了。你要不愿意上地铁卖票，我养活你。不行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不准干涉。只要你在家里住一天，就我说了算。爸，我真的挺喜欢这工作，我求你了。哎，爸，你回来呀！哎，我脚又疼了。哎呦，好，你人呢？死老头！方叔，你家福子就没遗传点你的好啊？你这虎背熊腰也算了，这进门也不敲门。你甭跟我扯什么遗传不遗传的，反正我们家福子不能在你这儿干了。不干就不干，我答应你。我就这么一闺女，你也别枉费她管你叫一声牛妈，你得心疼她。你是没看着，就这腿肿了。方叔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不心疼福子是吗？行。现在你求着我让他接着干，我都不答应。一来你就兴师问罪的，让我赔这个赔那个，说我害了福子，把酒给我送回来。什么呀？还赔什么福呀？别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说，我承认，刚才我这个是有点着急。我跟你赔礼道歉，行吗？你别，你说出去的话，你就是泼出去的水。再说我现在这心，就跟这拼图一样，就散了一地，拼不回来了。我，福方叔，你要但凡有点良心的，你就陪我喝一杯。喝，我陪你喝，来。我先干为敬啊，赔个不是。我爸不让我干了，怎么办？办法多了，离家出走，与死相逼，悬梁自尽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不会啊？咱爸这么大的岁数，心理气质，哼，我看咱爸是精力过剩，要不然给他找一后老伴儿，
他有了第二春，那说不定就没时间折腾你了。你赶紧给我走，少给我出这些馊主意。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说实话，不干也好。你说你这些天还是又掉水里，又丢手机，啊，又崴脚的，自己没过好，别人也不安生。我劝你啊，别互相霍霍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笨呢？啊，不笨。我看你在超市偷吃东西的时候贼机灵。就算要辞职，我也想做对一件事儿，起码帮他一点点。帮不了他，你看他之前那经纪人，帮他还少吗？这你能比？人滕丹那气场闪着光，还是 LED 的那种大光圈，那才是混演艺圈的料。你再看看你自个儿啊，就去混超市薅羊毛的，给自个儿贴什么金呢？还逗。哎，就剩一眼珠子了啊，实在找不着了，回头找着给您补上，好吧？没事儿。反正我在你冯方叔眼里就是有眼无珠。别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这不是你走一个，这是翻篇儿。得，我翻篇。嗯。我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你说我这披萨饼店你现在说不定还开着，我真的得赔个底掉。酒可以喝，话咱们得说清楚。你怎么又扯上我了？怎么？去年我跟一空少谈恋爱，啊，我每天心里难受的不行不行的，是你跟我说的，啊，就你空中服务员让我把盏几，把回天斩情的是不是？有这事儿？你是不是忘了？啊，没有。喝呀！嘿，这也喝呀？你说我是命里缺儿子，怎么老在那年轻男人身上？你还说喜欢年轻男人怎么了？哎呀，迎难而上，哪儿年轻人多我就往哪儿冲。哎，我还说过这话呢，那我得检讨。再罚一杯。对呀，你说对啊，哪儿年轻人多？娱乐圈，我要进军娱乐圈。嗯。我先上学考试，把经纪人证给考出来了。我这不是跟滕丹还有点渊源吗？我跟着他学呗，一来二去我就把好的又给签了。闹了半天，你签这小子是预备将来当男朋友，对不对？凡叔，你胡说！怎么着？那是事业。我要先进娱乐圈吧，我得先拿这个。爱的后花盆，我在那儿排队呀。你说我这么好的人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早晚就好多人来追我，对不对？那是。对你祝福我，你肯定。你喝一个。行，我祝福你。哎，但是这咱得说清楚了啊，我这个祝福不搭着我闺女。哎。呀，我说你死老多年了。陪着干嘛呀？我陪你也不行啊。也得养酒，我跟你说。谢谢您来，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。又有我闪送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得跟您道歉，上次对不起啊，骗您了。您知道我是郝泽宇的助理经纪人，可是我可能要离职了。我来就是想跟您说，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。我以前就是一个超市的促销员，我没有文化，也没有什么学历，也没经验。我帮不上郝泽宇什么忙，我知道我来找您挺唐突的，就是看您能不能看在念旧情的份上，再帮他一次。
我帮不着，我已经不再是他的经纪人了呀。我不是，就您就给我一个电话号码，我就是彭友康导演的电话号码，我不会告诉他是您给我的。你都要辞职了，操什么心呢？因为我觉得郝泽宇挺好的，他也挺不容易的，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他什么忙，也没什么用吧。是没用，上戏得靠演技，不是认识导演就能行的。那你至少让我试试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这事儿你就甭管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件事情无论怎么发展，都跟我没关系，别让郝泽宇知道。行，能接电话，说明你还活着。你呢？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乘客你好，上车的乘客，请您往里走。我在家呀。下一站。在家？那公交车爆站声那么大。我听见了，骗谁了你？哎，你不会是你爸把你给赶出来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可怜可怜你，你实在没地儿去，你就来我家住两天，一睡床，行吗？出来透透气儿，郝泽宇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，牛妈给你找一个更好、更专业的人，行吗？行啊，为什么不行啊？那太好了，换一个比你长得漂亮的。哎，最重要的是我欠你的钱我也不用还了，多好啊。换人和还钱是两回事儿。那你就别老惦记这辞职的事儿，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干我也不干了。我那么重要啊？只有重没有要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你就这么想。这连卡佛大号的衣服我还没赚到钱给你买呢，对吧？你不能就这么撤了，你这卖点小便宜，这现在撤了多亏啊。郝泽宇，忘了的话一定要连我的那一份一起加油。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？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？没有如果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自己，我没法连你那份都一块加油了。你要加油就跟我一起，别老抢那有的没的，听见没有？你今晚上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脚疼，我情绪起伏比较大。哎，行吧，就这样吧，啊，明天见。那什么？我可知道你家住哪儿啊？你爸还欠揍呢。我爸一个揍就十个。挂了。
别来，一会儿就走。哎呦，坤儿，您回来了。大早上就洗啊？哎，真勤俭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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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儿，送孩子啊？哎，是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乖呀。没带钥匙，开门。啊？开门！您昨是不是跟我说不让我上班，然后还威胁我要把我赶出家呀？我打算听您的，我不出门了。但您也甭想进来。嘿，那我踹门了啊！不是，刘妈您来了？你什么点儿了？你还不上班？你工资不想要了啊？你赶紧先来开门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咱昨儿不都说好了吗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这不是来给你看点东西的吗？老傅啊，你看，嗯，忘了多久的好久不见，曾以为再也不见。青春的执着坚决，换一张笑脸，放下痛过的月月年年，回避的记忆断片，此刻交叠了视线，不再是解不开的结。我们都如爱所愿，不再是一厢情愿，轻描淡写，流失坏的泪，从此没有心事了，如爱所愿，学会自己和。